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一棵树的医生。今天我要拍新的计划，就是网友推荐 Top 5萦绕的电视。首先跟大家谢谢，上次我在 IG 上 po 一个动态，问大家饶河街夜市最推荐的前面三个，帮我回复了大家，谢谢。这次我常常来这边吃饭，但是大家投票的其实没有吃过的很多，而且这次的前五名有一些没有吃过的，所以真的蛮期待的。那我们从第五名开始 ，Let's go。一个是的，一只。康老，请我吃一块吃好吗？为什么？当然啊，你这次也迟到了一个小时，半小时而已吧。半小时的话可以吗？不行啊，反正迟到时间。来，走走走，请你喝，请你喝。好好好。请陪到我吃啊，留位置啊。好，陪到我吃啊，留座位啊。陪到我吃啊，可以啊，留位置啊，好吃啊。好。网友推荐第五名是嘉禾鱿鱼大碗，我好像之前来过一次，很久以前。那我来吃吃看，好吃是好吃，我觉得这个酱很好，有一点辣辣，口味也蛮重。这个鱿鱼啊，很容易断掉，感觉。觉得在日港吃的时候比较新鲜的感觉，那个是很 Q 弹，刚刚好的饺子，那好吃啦。但是我觉得这样一碗150，我觉得太贵了吧？换我了吗？不会啊，它其实这个是品种不一样而已，它脆脆的嘛，我觉得还不错啦，味道挺特别的。这酱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应该是你喜欢那种有嚼劲的。那这个脆脆的，我个人是也蛮喜欢的，加芥末比较香哎。好喝好喝，感觉好像里面有沙茶在，感觉鱿鱼跟酱分开吃的感觉就没有入味。对，我也这样觉得。我刚看他做，他不是生的时候就一起炒，他是做完之后再把酱拿进去拌一拌而已。我觉得他应该是想要保留鱿鱼的原味吧。啊，原来如此。放一些芥末酱也让你继续搭配的味道。推荐第四名圆圆烧，很像日本的那个大阪烧的感觉，而且他们讲都是日文，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、お好み焼き、这样子。然后我很喜欢日本的美乃滋，所以我跟他们说多一点美乃滋。但不知道为什么要放芥末，好像试试看。还是很好吃，我很喜欢大阪烧，这是在日本吃的大阪烧一模一样，很好吃，我很爱这个。那加上看芥末，啊，其实也蛮背的，解腻的感觉，清爽，也蛮好吃的。换你吃，我觉得这个蛮好吃的，因为我们都喜欢重口味的嘛。这个我觉得蛮特别的是，它里面居然都是蛋哎，你看一整颗连蛋黄都有。我刚刚没发现哎。我们在日本吃里面都是菜啊、碎肉之类的，但不会有这样一整颗那么多蛋在里面。它味道怎么样？我觉得还不错，有配芥末，我试一下啊。意外蛮搭的，是不是？我感觉好像变成台湾的味道吗？哦，有一点。对，好像日本不会这样搭吗？不会，对吧？但蛮好吃的，还蛮好吃，有点怀念的味道。吃完了，那我们要去第三名的地方。第三名的地方我没有吃过，而且没有听过，看这个店名完全想象不到是什么东西，蛮好奇。那我们 Let's go。 网友推荐第三名是巧手韩式蛋中蛋。到底蛋中蛋是什么意思？刚刚我看了翻版，好像是鸡蛋糕里面有蛋，然后我选的味道是土鸡蛋起司，感觉蛮好吃哎，而且好烫，这个在。啊靠！啊！啊！哦！看，里面真的有蛋啊，好烫。我觉得这个很特别，是外皮这个部分还是真的是那个鸡蛋糕一样，有一点甜的味道，然后里面有起司跟蛋，有一点咸，他想加一点黑胡椒的，蛮好吃的。我刚也吃了一口艺术的那个蛋中蛋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它外面是甜的，然后里面是咸的，蛮特别的，我蛮喜欢的。试一下我的奶油起司，我应该点你那个的。对啊，那个才是蛋中蛋哎，是我刚才有看他做，就是一般的鸡蛋糕嘛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哎有啦，里面多了个起司，就这样而已啊。也是啦，那重点是好吃啊。可以啦，算味道 OK， 那就是一般的鸡蛋糕啊。
网友推荐第二名是胡椒饼，没想到嘞，我以为是第一名哎，日本观光客最爱的，你有吃过吗？没吃过这里的，哇，超好吃的！现在的话观光客很少嘛，所以趁现在好吃看看，哎呀，好香，好香，好好吃，里面有满满的肉，而且胡椒的味道。真的很香，然后我当然外皮是很脆，里面一点的部分是很 Q 的，超好吃的。嗨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嗨，超烫的，小心哟。啊，好烫，好烫！你不能放一下再给我吃吗？快点吃啦，讲口感嘛。好吃。那个肉汁蛮多吧？哦，对，肉汁是真的多，是不是？我刚刚咬，它就直接喷出来，对，还很烫，你知道吗？重点是，但还是好吃。对，好吃。好，最后一口，哎呀，嗯。最后一口蛋呀，好吃完了。那最后是第一名，很多人都这里，然后我没有听过，没有吃过，很期待。那我们认输。网友推荐第一名是前董窑炖排骨。おめでとう！很多人投票哎，我好像没有吃过，这里有这么好吃吗？哪里不一样啊？那我先喝喝看单，大家。啊，美味しい。うまいなこれ，很有就是养生的味道，然后有一点甜，可能很像妈妈做的菜的感觉。这让我没有台湾的妈妈，所以我不知道，但蛮好喝的，温暖的味道。那我来吃看看这个排骨，到底哪里可以吃得到啊？用这个酱，要要死！哦，美，诶，这个酱也蛮特别的感觉，很好吃哦，还是重口味，一定要这样酱，肉蛮嫩的。这个冬天吃的话，真的一定很适合。现在有一点热，难怪不怪是第一名，超好吃，我蛮喜欢这个的。轮到我了吗？是。啊，うまいなこれ。うまいよね。嗯，うまい。因为说是药炖的，所以我以为很苦，结果没有哎，甜甜的。然后我觉得，就像你刚刚讲的，很舒服的味道。嗯。就像很像妈妈做的，虽然我有台湾的妈妈了。哇，真的好喝。谢谢。你刚刚说的辣酱很特别吗？对。嗯，很好吃，但是特别吗？还好吧。特别啊，很好吃哎。我好像。这种辣酱好像吃过哎，还蛮好吃的，我想再吃一点。你看，那这边有那个米其林必比登哎，而且连续五年哎，超厉害的。必比登我真的是吃过了二十几家、三十几家了，超多哎，大部分都没有让我失望，这间也没有让我失望，超棒。哇！一个是大，一只。好，结束了。很想说这个，我想讲这句很久了，好奇怪，为什么？那你先讲看看今天的第一名。应该是圆圆烧吧啊，那个好吃好吃，当然也不能少了我们的排骨啊，对，也是我的第一名是那个排骨，那个超好吃好吃好吃，很像妈妈的味道，那个真的温暖，好想冬天再来吃，带我来吗？你不用，带女生好了。好，那那个圆圆烧，那个是蛮像日本大阪烧哦，真的，而且我刚刚有问他们，跟我说是它的材料全部日本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有说有说，超好吃。还有一些人气很好的是东花好面线，还有羊什么？哦，帮你念吧，帮你念。帮你，谢谢。还有杨后庄排骨酥面、老玉仔头酥，对，这些也投票很多人，然后就蛮有人气的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。好，那这部的影片到这边结束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大家帮按赞加订阅哦，然后不要忘记追踪我的 IG， 还有我的，不用他的。哎，还有今年一定要得整十万订阅，所以大家拜托订阅一下。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订阅我的 IG， 不要不要不要，真的啊，订阅订阅订阅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哦，拜拜。单字呢？